有些禁忌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